得罪别人也不在意，哪一国人最没礼貌？圣诞节的时候，一个韩国朋友就过来，然后一个韩国人就坐在沙发上，脚在沙发上，然后就开始吃那个饼干，然后发现沙发上都是饼干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旁边有饼干，然后说啊没关系没关系，他沙发在地上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